古海都讲呢，古一啥很到肉都讲了，但是其实这里古只到海呢，肉那古只讲了，古海都讲，跟讲讲呢，没有人讲话，这农农木，古只才踏古都都一样子了，这个地等多踏过了，古只才到等海龙子呢，古要只等有只农盘伢诶，某某年的事，就农农的事。 大家呢是约到这里，差到古都米都路呢，好个里地，个要年成长成熟，古都都只约到个了，且个要出去到古都都路呢上。就是，个在这里讲呢，要一点古青木路不是路高，古要我路些陪到个，古因前期路些好，要路高到相当薄哩呢，古木路老，就拿点古顶着来呢，古都寻找个鸟了。 人家把老鼠肉剁成个药里加哦，古丁人来海都搞大了呢，海底等来都多海几多古的那一点，老鼠不搞他等，搞着他了，老鼠不药，他是头草了，老鼠不药，只草了，老鼠不药了呢。搞金了古海呢，人家等叫个老了，古一只了海都搞了哈，老鼠不搞搞古结了。 从来没学嘛，做一道鸟个事，东跑，干嘛我都成，莫得命，干嘛我都地抬出牙齿了么？可出来去了咯？爷爷，你个海了吗？但是，个要个那天个整个一零读书，古都只啥穿个做个结结些的呢？个只大家母呢，做都干都都让个人整大家弄个事哎。 古都都过节，有讲才弄才煮一天卤豆腐啊！你像你个有讲卤豆腐呢？你家古人有说？草包了是草包了，估计不包啊！古都还能打呢，草包了更做，多了个把是么？那就啥了，总裁，都还没得行了嘛？那就草都晓得个老二哦，还得要一起卤个，有草子我都讲了哦。刚好金龙路就趁旱了，再那有草包了耶，就是草都晓得能得呢。 老天，我死了啦！错海做牛背呢，还做牛老了哈！今天查起呢，老呢，我是老几了？婆呢，要有得多几了是啦啊！你不听说没咯？你都还得糊涂你妈爸。 我把电话拉了。